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饮血呀啖肉啊杀害呀残害这个一切众生啊，可是啊皆起慈心啊，这时候啊他们都起慈悲心了，愿行啊利益，愿行利益一切众生，明识后世，明白呀后世的不造诸恶啊，不造一切的诸恶了，恭敬合掌顶礼于王，恭敬啊合掌来向这个大皇王来叩头。好像那个阎浮提是这样子，西的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去泸州，都是这样子，乃至于三千大千世界也是这样子，乃至十方啊百千万亿，哪有他的世界中所有一切的毒恶众生悉已入世，是大光王从三昧起啊出定了，告善财言：善男子，我为之死菩萨大慈为首的随顺世间的三昧门，且如果说到一切诸菩萨摩诃萨为高盖啊慈心普应诸众生啊的时候，为修行啊下中上所有的横门细等都是一样的啊，为大地菩萨像一个大地似的，能以慈心住持一切的诸众生，又啊菩萨好像满月似的，能福德光明啊一切的世间平等啊普现照耀世间，又好像一个净日似的，以智慧的光明照耀一切的所有的知道的这个境界，又好像一个明灯能破一切众生心中的一切的黑暗，又好像水呀、的清珠啊，能清一切众生的心中的谄媚和妄语这种的浊恶，又好像如意宝，既能满足一切众生的心愿心里所想的，又好像啊这个大风一样的，能啊很快令一切众生啊修习这个三昧，入一切的智慧的大乘中。像前面所说这些个道理，而我云何能知其恒呢？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能说其德呢？能说他这种德行呢？能成量比福德大山呢？能瞻仰比功德的众星呢？啊，能观察这个菩萨的大愿风轮呢？能驱入这个菩萨甚深的法门呢？能显示
这个菩萨的庄严大海呢，能阐明菩萨普贤的横门呢，能开示比这个菩萨的一切的三昧呢，三昧的这种哭呢，能赞叹呢，比这个菩萨的大慈悲云呢，善男子，于此南方有一王都，名曰安住，有优婆夷呀，名曰不动，他叫不动。如意比问，你到那儿问问他，菩萨云何小菩萨横修菩萨道，是善财童子，平理其足，扰无数杂，殷勤瞻仰，辞退而去。在这个时候，这个善财童子出了这个妙光的大城啊，游行道路，正念思维啊，这个大光王的教诲他的意念呢，菩萨大思闯横门啊，思维菩萨随顺世间的三昧光明门，增长啊比这个菩萨不可思议的愿福德自在力，坚固啊这个菩萨不思议的成熟众生这种智慧，观察呀这个菩萨不思议的不共受用啊大威德这种法门，还有意念呢，这个菩萨不可思议的这种不同的相，不同的法相，又思维啊这个菩萨不思议的这种清净的眷属，又思维啊这个菩萨不思议的所做的这些个业，生欢喜心，生这个敬信的心，又生这个猛力的勇猛精进心，又生这个心悦的心，又生这个荣耀的心，那么又生这个庆幸啊这种心，因为他闻法呀受教得到这个法的利益，又生啊没有浊恶的心，又生啊一种清净的深信的心，又生出来坚固的心，又生的广大心啊，又生这个无尽的这种的心，入世思维呀、善财童子他这样思维，悲泣流泪啊，感激善知识啊的教化，那么感激的痛苦流泪，念善知识啊，视为稀有，说这个善知识啊，真是啊稀奇少有。出生一切的诸功德处，这个善知识就是出生一切诸功德处，出生一切的诸菩萨所修行的横门，出生一切菩萨的清净的这种心念，又出生一切陀罗尼轮又出生一切三昧的光明，又出生一切诸佛的知见啊，普语一切诸佛的法语，能显示一切菩萨的所发的大愿门，能是一切菩萨愿门，出生蓝色智慧光明，增长一切菩萨根芽，又作是念善知识者，能普救苦一切恶道，能普言说诸平等法，能普显示
住一贤道，能普开禅大乘道义，能普劝法普贤诸恒，能普引导一切智成，能普令入法界大海，能普令见三世法海，能普授予众生道场，能普增长一切白法善财童子，若是悲哀思念之时，给常随诸觉悟菩萨如来十天于虚空中而告之言。善财童子，说这个善知识啊，能显示一切菩萨的这个发愿的大愿门，能出生啊不可思议的这种智慧光明，能增长一切菩萨的根芽，增长菩萨的根，增长菩萨的芽，又做试念，又这样想，这善知识者能普救乎一切恶道，善知识能以普遍的救乎这三恶道的众生，能普言说诸经等法呀，能以普遍言说一切的佛的平等的法门，又能普示啊，又能普显示啊诸一显道，或者啊是平坦的道路，或者是啊危险的道路，它都能显示，又能普开禅呢大乘的奥妙的这种的道理，又能普劝法呀普贤菩萨所修的一切恒门，又能普引导一切智慧之成，又能普令啊所有的众生入法界的大海，又能普令啊所有的众生见着啊三世的法海，又能普令普授予啊所有的众生一切众生的道场，又能普啊增长一切众生的这个白净的善法。善财童子，入世啊悲哀，像这样的诚心的悲哀呀思念这个善知识的时候，比常随足啊觉悟的菩萨如来的使者，如来的天使于虚空中而告之言呢，在虚空中啊对善财童子就说了咱们说的一下所说的这个话，这个佛的使者说，善男子啊，岂有修行善知识教诲啊，能依照善知识所教化的言语，诸佛世尊悉皆欢喜，所有的佛世尊呢都欢喜这个人，岂有随顺善知识
所说的话就是听善知识的话，才得呀近于一切智地，就接近一切的智慧之地了。其有能于善知识与无疑悔者，善知识所说的话一点也不疑悔，才常执于一切善友。那么常常遇见的这个最好的善良的朋友，就发心愿常不离善知识者，发愿呢常常不离善知识，这样的才得具足一切的毅力啊，能具足一切的智慧，一切的利益，也明白一切的道理。善男子，如可往矣呀？安住王都，你到啊那个王的所住那个地方去，既当得见不动优婆夷呀，你就会啊见着那位不动的优婆夷大善知识，你能见着他，是善财童子啊，从彼三昧智光明起呀，见次游行是安住啊城，到这个大城里周遍推求不动的这个优婆夷今何所在，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无量人众显告之言呢，很多人都告诉他，善男子不动优婆夷，这位不动优婆夷啊身是童女，她是个童女身，在其家内父母啊守护他，父母啊他保护着他，与他自己啊亲属无量人众演说妙法呢啊，善财童子闻是啊予以听着话之后，其心欢喜，入见父母啊，就好像啊看见父母的那么欢喜，既不动犹可疑舍到他那个所住的地方，入其宅内啊，见彼堂宇，看见呢这犹可疑的堂宇金彩光明，都是金彩的菩提照耀啊一切的世界，欲似光者能啊被这种光所照的身意清净啊清凉了，身心呢都非常的愉快啊，善财童子光明处身呢，这光明啊处到善财童子的身上，即使怀得五百三昧门，即可以啊就得到五百种的定，就是所说的了一切稀有相的三昧门，所有的相都明白了，入寂静啊处这种的三昧门，远离一切世间的这种境界的三昧门，普眼呢舍得一切这种三昧门，如来藏的这种的定的门，得呀像前面所说这等等的五百的三昧门，以这种的三昧门得这种的三昧门了的缘故，身心柔软了身心呢都软了就像侯相公啊七日胎，就好像触胎呀、啊、七日怎么样身上这么软，
又闻妙香，又听见闻见了一股的妙香，飞诸天龙且千塔婆等人与非人之所能有啊，善财童子前一啊其所到这个不动优婆夷啊面前恭敬合掌，一心的观察，见其啊形色端正啊淑妙，非常的好。十方世界一切女人无有能及，所有的十方世界的女人呢都比不了这位啊优婆夷啊，况且过者，况且还有能超过他的，没有能超过他。唯除如来啊，即一切灌顶的菩萨，唯除去啊佛是比他这种的相好，和这灌顶的菩萨也比他的相好。口出妙音妙香啊，口里啊常吐啊青莲花香。宫殿呢也非常庄严，并其眷属细无余等啊，他的宫殿呢和这个妙香啊和他的眷属都没有人可以比的啊，况佛过者，况且再能比他好的呢啊，十方世界一切的众生无有于此优婆夷所起染照心。所有的人见着这位优婆夷啊都是生了正念，没有一种染着的心。要得展见呢，假设要得展时间见一见这一位优婆夷，所有的烦恼悉自消灭，一切的烦恼都消灭。譬如啊百万大梵天王能决定啊不生欲界烦恼啊，那么这个大梵天王啊他不生这个欲界的这种烦恼。岂有见此优婆夷者，有人见着这个优婆夷的这样人，所有烦恼应知已然。所有的人见着这位优婆夷的人呢，这个所有的烦恼也都没有了，都消灭了。十方的众生观此女人呢，观见这个女人皆无厌足，都愿意啊看，唯除具足大智慧者，唯独啊就是啊具足大智慧的佛呀菩萨啊，他就啊没有这种啊执着了。在这个时候这个善财童子弯弯起来这个身体恭恭敬敬的合起掌来，正念观察呀这位不动优婆夷圣者。见此女人呢其身自在，她身呢非常自在也不可思议，宰相和他烟容事无余等啊，世间没有再比这位啊优婆夷再长得端庄啊真净了，光明洞彻啊，智慧光明啊洞彻，物无能障啊，所有的一切物啊它障碍不住它这种的端正啊庄严。普为众生而作利益啊，他就对一切众生啊也利益一切众生。其身毛孔横出妙香，所以啊我常常讲啊，咱们人呢要修行持戒，这个身上啊就会常常放香。你在能没有嗔恨心也会放香，没有贪心也会放香，
没有愚痴的心都会放香，放种种的这种妙香。眷属无边，这个眷属啊非常之多啊，宫殿第一，它宫殿呢也是最庄严，功德呀深广，莫知呢压际，不知道它的边际，心生欢喜呀，善财呀，童子心里也生欢喜，以颂赞曰，用这个偈颂啊来赞叹这位啊不动游合一尊者，说你因为啊在往昔守护这个清净的戒律啊，修行广大人呢、啊、你也能啊修行广大的人力啊，啊人家不能忍的你也能忍，人家不能受的你也能受，精进不退转呢、啊、你常常啊只修精进法啊，没有退转过，光明照世间呢、啊、所以你现在啊才有这么大的智慧光明啊，普照世间呢、啊、普遍利益世间一切的众生啊。儿时善财童子说此啊颂矣，白言说，圣者呀，我已先发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心，可是啊我没有能啊完全知道这个菩萨云何啊晓这个菩萨所修行的横门，怎么样啊菩萨修行菩萨所得的道，我问圣者呀，我听啊有人介绍啊圣者说善能啊有悔，你善能啊有导教诲一切众生，愿为我说，在这个时候这不动优婆夷啊以菩萨柔软的这种言语，乐意的这种言语，令人欢喜的这种言语，所以啊们你看看这个菩萨呀说话呀没有粗暴的时候，也不会令人呢不高兴啊，他为什么呢，他用这个柔软的语啊，不硬说话，不那么像一个木头棒子似的，或者像一个枪似的啊，把人打得很痛啊，那也不是那样，柔软语，乐意语，令人呢心里他听着的高兴，欲语善财而告诉言，安慰啊这个善财童子，安喻这个善财童子，对他说了，说善财善财呀、啊，说你真好得很，你是啊很有诚心的善男子。你呀、啊、并且一定能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种的真诚的心，善男子，我呀、啊、得菩萨难吹拂的智慧上解脱门啊，任何的天魔外道他也不能吹拂我的这个种智慧，我又得到啊菩萨坚固受持啊戒律啊这种的横门，我又得到菩萨一切法的平等地总持的这种的法门，我又得到菩萨照明一切的法呀辩才的这种法门，我又得到啊菩萨能求一切法呀无胚厌的这种的三昧门啊，善财童子言，圣者，菩萨难吹拂这个智慧藏的解脱门，
乃至求一切法无胚厌的三昧，这种的法门啊，境界云何呀？这个种境界这种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呢？童女啊，这个不动童女就说了，说善男子啊，此处难知啊，说这种的法门不容易知道的，善财白缘，唯愿圣者成佛神力为我宣说呀，说我呀愿意圣者你呀养成到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种的神通啊力量，为我宣说呀这种的境界，我当因善知识啊能信能受。我现在呀就因为善知识你所说的法，我也能信也能接受，也能明白也能了达屈辱观察修习呀随顺离诸分别呀这种执着，究竟啊得到平等，犹可以演善男子，过去世中啊有劫，我记得呀、啊、在过去世中有一个时候啊有一个劫，这个劫的名字呢就叫离垢劫，佛号啊修备，这个佛的名号啊就叫修备佛，时有果王啊名曰，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果王，这个果王啊叫啊殿寿果王，唯有一女，这果王啊还有一个女，据我身世就是啊我现在的我，我于夜份呢、啊、我在呀、啊、这个半夜的时候废阴钥匙，这个时候啊我不听阴钥了啊，这古来呀、啊、这国王的女也是听阴钥，所以难怪呀、啊、他们这所有的人呢欢喜听阴钥，废阴钥匙，父母兄弟啊细以绵寝呢、啊、都睡着了，五百童女一阶呀、啊、绵寝，有五百个伺候他的童女也都睡着了，我于啊楼上，在这个楼的上边仰观星许呀、啊、我抬起头看一切的星许，真的于虚空中啊见彼如来啊，我要在这个天空里头啊去见着佛了，住宝山王啊，就像宝山似的，宝山王似的，无量无边天龙八部啊诸菩萨中所供围绕，在那儿围绕着这位佛啊，佛身呢普放大光明网，佛呀放大光明网，周遍十方无所障碍呀、啊、佛身毛孔皆出啊妙香啊，佛身的毛孔都出啊一种啊微妙不可思议的这种香，我闻是香啊，我闻到这股异香了、啊、这种啊微妙的香了、啊、身体柔软了、啊，身体呀、啊，即可就都变化了，变化的一点嗔恨心也没有了，一点贪心也没有了，一点痴心也没有了，柔软了，也不刚强了，心生欢喜呀、啊。这时候啊，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自在，所以心里啊就高兴了，便从楼下至于地上。于是乎啊就从这个楼上啊到这个地上
何时执掌啊？何且掌了呀？那么顶礼于佛，就向佛叩头啊。右观彼佛呀，不见顶相啊，看不见这个佛究竟有多高。观身左右，莫知边际。观看佛身的左右，也不知道边际。思维彼佛，诸相虽好啊，啊，这时候观察思维呀、啊，这个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啊，无有厌足啊。越看越欢喜看，越欢喜看越看，切字念言呢，自己偷偷的就这么说了，说此佛世尊作何等业？说这个佛世尊呢，他都修的什么业呢？怀于得道啊，入世上妙的，只身呢得到这么好的身体呢？相好啊，也非常圆满，光明啊也具足呢，眷属啊也都成就了，都成佛了，宫殿呢都是非常庄严，非常的妙好啊，福德呀、啊、智慧呀、啊、细节啊都清净了，总持的这种三昧也是不可思议呢，神通自在也是不可思议呢，辩才也无碍啊，就这么想，善男子啊，你知道吗？善男子，在这个时候，如来知我心念，这一位佛呀，就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既告我呀，就告诉我了，说如应发不可坏心呢，你应该发呀不退转的心，灭诸烦恼，应发呀无能胜的心。破诸啊取招，你不要有一切的执招啊，应发呀无退却心，你不要怕，什么也不要怕，入身法门，入这个甚深的法门，你应发呀能看忍耐的心啊，能啊救这个恶众生，救护一切呀恶的众生，应发呀无迷毁心，应该要发这个不迷毁心啊，普于一切诸取呀受生啊，应发呀无厌足的心啊，求见呢诸佛无有啊修习，应发呀无知足心，你对修行不要啊知足啊，吸收一切如来的法语，应该啊常常接受佛所说的法语，应发正思维的心，普生一切佛法的光明啊，应发大住持心，普转一切诸佛的大法轮，又应该发这个广大的流通的一切法宝的心，随众生的所欢喜的四期法宝，那么给他说法来教化他。善男子，我与啊彼佛，你们说这位佛是哪一位佛啊？就是那位很长胳膊的那位佛，所呀，在他的道场闻入世法，听了这种种的法，我在那儿听到这种种的法了，求一切的智慧，求佛的十种的力量，求佛的无碍的辩才，求佛的智慧光明，求佛的妙色身，又求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又求佛的众会道场，又求佛的这果度清净，又求啊这个佛的这种威仪，又求佛的这种无量的寿命，
发誓心意，我发这个心之后，悉心坚固啊，我的心呢也非常坚固了，犹如金刚，好像金刚那么坚固。一切烦恼即二乘的，一切所有的烦恼和二乘的声闻缘觉这种的道，既不能坏呀，不能坏我这个金刚不动的心。善男子，我发誓心已呀，这个不动啊。优婆夷说呀，我发这个心以来，发这个心呢以来，经阎浮提，经这个阎浮提呀，微尘数那么多的劫，尚不生于念欲之心。我什么妄想啊念欲都没有了啊，经这个就是像阎浮提那么微尘数那么多的个大劫，我也不生一念这个念欲之心。况行其事，况且呀有这种的隐喻的事发生呢，而所劫中啊，在这么多的大劫里边呢，于自亲属啊，这是我自己的亲属，不起嗔心的，永远我都不生这个嗔心。况他众生呢，我在这个这么多大劫里头啊，对我自己的所有的六亲眷属都不起呀一念那么多的嗔心，况且对于其他的众生呢，那更不会起呀这种的嗔心了。之所皆中，在这么多的劫里边，就是啊南阎浮提微尘数那么多的劫里边，于其自身，我呀这是不动优婆夷说的，说于我自身不生我见，没有一个我见，不是说一个美女两个美女或者一天两天没有我见，在这个微尘数那么多的大劫这么长的时间里边，也没有啊我见对自己的身体。况于众聚呢，况对于其他的众生呢，和其他的这个境界呢，而既有我和这个我所呢，没有的。而所劫中，在微尘数这么多的劫里边，此事生时，去住胎藏，在住胎藏的时候，未曾迷悔，什么时候也不迷悔，起众生想，也没有我，也没有人，也没有众生，也没有受者这种的妄想，既无记性，或者呀把什么都忘了，无记了，况于于时，况且在其他的时候呢，在南阎浮提呀微尘数这么多的大劫里边，乃至啊梦中，乃至于在梦中，随见一佛，无论呢在什么时候随见一佛，未曾忘失啊。也没有啊说怕这佛忘过的，何况菩萨呢实眼呢所见，何况菩萨所去十种的法眼所见的呢，而所结种在这么多劫里边，受持一切如来呀正法，也未曾忘失一文一句，乃至于啊世居所有的言辞尚不忘事何况呢如来的金口所说的法呢，而所结中受持一切如来的法海呀，一文一句无不思维呀，无不观察，乃至一切世俗之法以福入世也都不忘的，也都没有忘过
而所结中受持啊入世一切的法海，未曾啊于一法中不得三昧，每一法里他都得到三昧了。乃至世间呢其技术啊之法，一切的五明啊功巧明啊，这一切的一切都一法中啊悉已入世啊，而所皆中住持一切如来的法轮啊，虽所住持未曾啊废舍一文一句啊，乃至呀不曾生于啊世智啊不生的世和世间的智慧，唯除啊唯欲调众生故，唯除啊为的要教化众生，所以视线呢也有一点点的这个世间的智慧，世间的这种的行为啊。而所皆中见诸佛海呀，未曾于依佛所不得呀成就清净啊大愿的，乃至于诸化佛呀之所变化佛这个道场里边，悉已入世，都是这样的。而所皆中见诸菩萨修行啊妙横，无有啊遗横。我不啊成熟，没有啊一种的横门，我呢没有成就的。而所结中所见众生无一众生，我不啊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没有一个众生啊我不劝他们发菩提心的，未曾劝一众生发于啊声闻辟支佛意啊，没有啊劝过一个众生啊叫他发这个二乘人呢这种的志愿。而所戒中于一切佛法乃至一文一句，不生一悔，不生二想，不生分别想，不生种种想，不生执着想，不生胜劣想，不生爱憎想。善男子，我从事来常见诸佛，常见菩萨，常见真实善知识，常闻诸佛愿，常闻菩萨行，常闻菩萨波罗蜜门，常闻菩萨地智光明门，常闻菩萨无尽藏门，常闻入无边世界王门，常闻出生无边正生界因门，常以清净智慧光明除灭一切众生烦恼。这个不动犹可疑呀，就说说我在南阎浮提呀，微尘数那么多的大劫啊，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劫里边，与一切佛法呀，我对一切的佛法乃至一文一句啊，乃至最少的一文一句啊，一个文字一句的经文
不生疑悔呀、啊。这也就是说，在这个微尘数这么多的大劫，这么长的时间里边，对佛所说的法呀，都是相信不疑，啊，甚至连一句话，一个字也不生出来疑悔的心，啊，不会说这一部经是真的，那一部经又是假的，没有这种的疑悔心，没有这种的狐疑不信的这种心，不生二想，啊，也不想啊，一切的经文呢、啊，对呀、啊、是不对，啊，或者是或者非，不生分别想，也不对这个佛法，啊，佛所说的经典所说的法，就和自己自性合二为一了，没有分别，不生种种想。对这个佛法呀，不妄加呀揣测，啊，妄加呀来呀，想它，种种的想入非非呀，不生执着想，啊，对这个佛法呀，也没有法执，没有一切的执着相，哎、啊，生出来，也不生胜劣想，对一切的佛所说的法呀。也不说这个法是最高，那个法是最低，这个法是最殊胜的，那个法是最劣的，最不好的，啊，不生这种想法，不生爱憎想啊，对一切的佛法也没有一个爱心，也没有一个憎心，啊，不生出来啊种种的法执，善男子。这你知道吗？我从世来呀、啊，我从啊这个时候啊到现在呀、啊，常见诸佛，我常常啊见到一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常见菩萨，也常啊能和菩萨作为朋友，啊，这个菩萨呀，佛呀。不是印度人，你不要啊以为这个菩萨都是印度人啊，这个佛也是印度人，不是的，这个佛呀哪一个国家的人都有，菩萨也是哪一个国家的人都有啊，你不要指着啊说佛就菩萨都是印度人啊，不是的，常见真实的善知识，也常常啊看见所有的善知识。这个佛，你谁呀、啊？修行佛道，啊，将来就会成佛。你谁修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将来就是菩萨。啊，不是啊，单单印度人可以做佛，可以做菩萨。要是那样的话，那就不是普遍的了。真实的善知识，真实的善知识啊，从什么地方能认识真实的善知识？这真实的善知识，它没有贪心，没有嗔心，没有痴心，它常常啊修戒、修定、修慧。啊，他也无所求，所以啊，这个真实的善知识，就是要利益其他的众生，不是利益自己，这叫真实的善知识。常闻诸佛愿呢，常啊啊听见诸佛所发的这种。大愿常闻呢，菩萨所修行的这个六度万恒，常闻呢，菩萨呀，修的所有的波罗蜜门，常闻呢，所有的菩萨这种地位啊和智慧光明门，
这常闻菩萨呀、无尽藏的这种法海门，又常闻入无边世界王的门啊。这个世界和世界呀、啊，互相像一个网似的，哎、啊，这世界网，所以这个世界呀、啊，也多的不知多少，不是单单就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常闻出生无边众生界因门啊，常常啊听到啊出生的无边的众生这种的因缘，这个法门常以呀、啊、清净的智慧光明除灭一切众生的烦恼啊，这是啊这个不动油泼仪呀、啊、他对善财童子说的修菩萨行、修菩萨道的这种种的法门，常以智慧生长一切众生的善根，那么时时啊他用自己的智慧去啊任宅众生的善根，生长一切众生这个善根，常随一切众生所乐示现其身，也常常啊随顺众生，随顺一切的众生他们所欢喜的示现呢这种的身，又常以清净的圣妙的言引开悟啊法界一切的众生，用这种清净圣妙的言引啊，什么时候对众生说话啊，声音呢非常的清净，这个声音里边没有一种的谄媚的音，没有一种啊骄傲的音，没有一种啊染污的音，所以这清净上妙的言语，用这种的清净的法音来开悟啊法界所有的一切众生，善男子。我得菩萨修一切法无厌足庄严门，我所得的就是菩萨常常愿意求一切的法，他没有厌足的时候，这种庄严门。我得一切法平等地总持门，我得到啊一切法呀都是平等平等的，没有高下的，这种啊总持的法门。现不思议自在神变啊，能现呢示现不可思议的这种自在神通的变化，如遇见法，那你呀愿不愿意见呢？善财言啊，唯我心愿见的，唯说是是的，我心愿见，我心里呀很愿意见一见的这种的境界。儿时不动油泼仪呀、啊、坐于龙藏世子之座啊，入求一切法无厌足庄严的三昧门，示现不空轮庄严的三昧门啊，入这个不空轮庄严三昧门，入这个实力智轮现前三昧这种的法门，又入这样佛种无尽藏三昧门，又入这个
入世等一切呀、一万的三昧门，又入这个此三昧门的时候，十方各有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啊，那么多的世界，六种重震动，都是六种震动，节气呀、啊，清净啊，啊，都是啊，非常清净，琉璃所成。这个一世界中啊，有百亿四千相，百亿啊如来，回住兜率天，回者啊住在知足天，乃至于入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入波涅槃。依如来放光明往周边的法界，道场众会清净围绕，转妙法轮，开悟啊一切的众生，是不动优婆夷，从三昧起，出这三昧，告善财言，善男子，如见此法，说你看见这种境界没有？善财言为说，是的，我看见了，我皆已见呐。优婆夷言，善男子，我为得此求一切法无厌足的三昧光明啊，为一切的众生说微妙法，皆令欢喜啊，我令他们都欢喜，得这种的解脱门。如诸菩萨摩诃萨呀、如金翅鸟游行虚空，无所障碍，好像大鹏金翅鸟在虚空里啊游行，无所障碍，能入一切众生的大海，见有啊善根已成熟的这个众生，遍计啊直取直菩提岸啊，把他们安置在这个菩提的彼岸。又入商客呀，又入商客，入大宝洲，到这个一个大宝洲里边去，采求如来实力至宝，采求这个佛的实力，十种智慧的力量的这种至宝。又入啊于师啊持正法网，入生死的海，与爱水中啊，又好像打鱼的这种呢，是拿着这个正法的网到这个生死海里去，与这个爱水中啊，这个爱欲的水里边，入诸众生啊，把这个众生呢都捞出来。如恶修罗王，又像恶修罗王，能变豪动三有大乘，能啊把这个三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都要摇动起来，诸烦恼海啊大乘，和这个一切的诸烦恼海。又如日轮出现的虚空，照爱水的泥，令其呀、干解啊，令这个爱水呀、干解了。犹如满月出现虚空，令可化者呀、可教化的心花开敷。又如啊大地普皆平等啊，无量众生啊于中啊止住，住在这个平地上，增长一切的善法根芽。又入啊大风所向无碍，这个菩萨又像大风所向啊没有障碍，能把一切诸见
大树，这一切邪见的大树都能给拔出来。又如转轮王游行世间，以四奢侈啊，摄诸众生，以这个布施啊、与利恒同事啊，这四奢法呀、来奢受一切的众生。而我云何能知能说？而我自己呀、怎么会知道这么多，能说这么多？比功德恨，这个菩萨的所有的一切功德恨，善男子于此南方有一大城，名无量都，萨罗其中有一出家外道，有一个外道名曰变形，如往比问呢、你到他那问一问，菩萨云何小菩萨横修菩萨道，是善财童子行礼其足扰无量杂，殷勤瞻礼辞退而去，心又向南方去参访另外一位善知识。法界品19-18，这一品呢还是法界品，这个文呢就是39-8。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善财童子他在这个不动优婆夷这舍宅里面得闻法已啊，他听见法了之后专心意念，这个不动优婆夷所有的教诲皆系信受，他叫他什么他就信什么，思维观察，原来思维这个法也有观察这个法，渐渐游行，咱们一步一步的向南走，经历果义其中呢也经历其他的果，也经历其他的城市，至杜萨拉城，到这个杜萨拉城与日末时啊，在这个天黑的时候入比城中啊，在这个城中啊禅居林里，在这个市场里边四区奥宅，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旁边处处寻觅啊，到每一个地方啊去找这位善知识变形外道，找这个变形外道。城东有山，在城东啊有一个大山名曰善德，这个山叫善德山。善财童子啊于中夜时，在这个半夜的时候见此山顶啊草树严显光明照耀由这个岩洞啊就放出一种光明照耀，入日出出啊就像太阳出来似的。见此事已，他见这事之后生大欢喜，非常高兴，作誓念言呢说，我必于此啊见善知识，我一定在这块啊可以见善知识，便从城出啊而登阿比山，见此外道啊于其山上，在这个山上平坦之处徐步啊经行，慢慢的在那走，骰象圆满，
微光啊照耀，大梵天王所不能及。这种微光照耀的，就是大梵天王那个微光啊，也不能比的。这光明呢，是照得很远大的。十千呢，凡众之所围绕，有十千那么多的凡众来围绕着这个外道。那王一其所，善财童子啊，就到这个地方来了。头顶礼足啊，绕无量掌，在他前边呢，合掌而立，而作誓言：是圣者，我已先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而我未知啊。菩萨云何修菩萨行，云何修菩萨道啊，我闻圣者，我听见圣者你呀、啊、善能教诲，愿为我说，请你啊为我讲一讲。变形答言呢，这个外道变形啊，打说善哉善哉善男子，我已安住至一切处，菩萨行啊，已成就啊，普观世间的这种三昧门啊，我已成就啊，无依无作的这种神通力，已成就啊，普门。这个般若波罗蜜，善男子，我普于世间的种种的方所，种种的地方，种种的形貌，种种的形解，种种的陌生，一切诸取啊，在这一切的诸取，所谓天曲，或者龙曲，或者夜叉的曲，或者千塔婆、恶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切、地狱畜生、阎罗王界、人非人等一切诸曲，回诸啊诸见。回信呢二乘回啊，也信这个信乐大乘之道，入世一切啊诸众生中，我以种种方便，种种的智慧之门而为利益，所谓啊回为言说一切世间种种的记忆，令得呀具足一切呀巧术的陀罗尼的智慧之门，回者呀又为演说四奢方便，四奢就是布施、爱语、利恒、同事，用这四奢法奢受一切众生，令得具足一切的智慧之道，回为演说一切到彼岸的法，使令啊众生回向一切智的地位，智慧的地位，回为称赞大菩提心，大这个觉悟的心，令其不失无上的道义，不失无上的道心，回为称赞诸菩萨行，令其满足
净佛果度，度一切的众生的愿。回威严说呀，造诸恶横，受地狱的等等的种种的苦报，令于恶业深深的厌离，要离开这个恶业。回威严说，供养诸佛种种的种一切的善根，决定怀得一切的智慧之果，令其发去欢喜的心。回威严说，一切如来的应证等脚成佛了，所有的这功德令这个众生啊欢喜佛身，求一切的智慧。回味赞说诸佛的威德，令所有的众生啊发愿欢喜呀成佛，乐佛不坏身，欢喜这个佛呀，这个金刚不坏身。回威赞说佛自在的身，令一切众生啊求如来无能胜的这种广大的能辟过一切的这个大威德体，什么这个威德也不能比。右善男子，斯都萨拉城中一切呀方所，一切的方向，一切的族类，一切的种族，绕男绕女，回的男回的女，诸人众众啊，我皆以方便视线呢同其形，和他是一样的，随其所应而为说法，随他所需要的我就给他说法。诸众生等细不能知，他呀都不能知我是何人，他不知道我是谁，从何而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因为我和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从何而至。唯令闻者呀，唯令这个听闻的入实修行，叫他们老老实实修行。善男子，入于此城啊，利益众生，于阎浮提成立聚落呀，所有的人众住址之处细入室，也都是这样子，而为利益一切的众生。善男子，阎浮提内，在南阎浮提内96种的外道各起意见，每一个外道的见解都不同而生啊指着，他们都生出很大的指着。我系于中方便调伏，令其啊舍离所有的这一切的邪知邪见。南阎浮提，像南阎浮提这个样子，他们其余的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卢州，皮肤入室也都是这样，我都是用这个神通变化到那儿去教化众生。入四天下又好像这一四天下三千大千世界，一佛入室也是这样子，
入三千大千世界，入是啊十方无量的世界，诸众生啊海，诸众生这个大海，我系于中啊，随诸众生心之所乐，以种种的方便，种种的法门，现种种的色身，以种种的言引而为啊种种的众生来说法，并得到啊最大的利益。善男子，我为知此至一切处的菩萨恨，入住菩萨摩中的大菩萨，身于一切众生数等，这个身呢和众生数一样那么多，得于众生无识别身，和众生的没有分别，以变化身普入出去，用这个变化身呢普入天曲龙曲恶修罗曲呀、地狱恶鬼畜生等等的诸曲，于一切处啊皆现受生，现这个受生这个身，普现一切众生之前，清净光明遍照世间，以无外的这种的大愿呢助一切的劫，那么长时间得入帝王诸等横了，像啊帝师前边那个网罗闯那个网一样，常勤利益一切的众生，恒与共居而无所招，我常常的和这个众生在一起住，住在一起，可是啊没有所招，没有啊一点指招，没有这个染污的思想，没有邪知邪见，虽然和众生在一起住，那么离一切的染招，